我初恋来公司面试，耗子竟问我他喜欢什么。我开玩笑说他喜欢 GTR， 结果耗子今天就不见了。怎么了？看你面色不太好啊。公司这个月的账有问题啊。公司账有问题？不应该啊，账不都是耗子自己做的吗？是啊，但是现在账面对不上，少了一大笔钱。啊？不是耗子给小子吧？多忙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那现在怎么弄啊？跟我去财务看看账。啊，行。耗子你在哪呢？不会是你弄的？干嘛呢？这么着急？啊，没什么，来了。耗子今天没来公司吗？我不清楚啊，我打个电话问问他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行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他说他不舒服，他晚点来。你们俩当啥？不是我这，我这不是怕你担心他吗？行了，我找人联系一下他在哪儿。我知道了。回你了。啊，我去接他一下。啊。